除夕的张江镇，沿街的门面都已打烊，现在很冷清，没什么人，因为今天是除夕。张江镇隶属于那个浦东新区，它的面积是42.96平方公里，下面有34个行政村，有个数据啊，2012年张江镇完成3大产业。总收入达到了549亿元的一个数值，这个是还是蛮惊人的啊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张江镇是一个科创中心，就是上海的一个科创中心。新疆有很多的高新尖科技的一些公司坐落在这里。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张江科技文化广场。我们查史料知道，张江镇最早叫华亭县呐，华亭。这个应该是
张江镇政府吧。对，这个是张江镇人民政府。这三十的话，只有一些超市还开着，一些私人的一些店铺基本上是关门了，因为大家都要回家过年，大年三十。当然，这个年有点特殊，那就是武汉的肺炎，目前传播的速度很快。上海也加强了它的防范措施，升级了它的防范措施。街上的行人很少。戴口罩的人还是蛮多的，还是有的。拿油了吗？就是在家里吗？那现在吃饭能吃吗？邮政好像没还营业。水果摊还在营业。
小杂货店。一条水沟，不知道什么名字。这个是兴旺街，也就是他们的菜场。这是张江镇的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吧，算大型吗？停车场没什么事，停车。快递小哥还在工作。这边看看。张江镇除了本地人口以外，大部分其实还是外来的务工人员住在这里，比较多。包括一些高科技科创中心的那些，张江南，对，张江南想起来了，张江南也有一大部分是住在这里，因为离得近嘛。它的租金的话，这边的房价的租金的话也不低，但是离得近。酒店还是开着的。这家水果店好像开了蛮长时间，我记得以前来过的时候一直有这家。菜场还在正常营业。6块。关闭的，是明天嘞。
看你弟弟给喊的。弄了，那，哎，不要，那个礼物要嘛，家里哪有？哪有？你信那些微信是有的吗？你个小傻呀！你支付宝、微信都有的。在哪里？这个是张江镇的步行街，还有一些开着的，坚守在店面的老板们。快递小哥，